即将开拍的年度大戏《篮球火》，历经三大男主角争抢一哥，风波不断。终于在日前定案，却得言承旭饰演篮球自由生东方翔，吴志祥饰演对篮球一无所知却充满热情的袁大英，而吴尊则饰演实力坚强的超完美型球员吴吉尊。阵容中三人再搭上魔鬼女教头蒋怡。言承旭跟吴尊是我最想要合作的一个对象，所以这一次有这个机会可以一起合作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件事情。之前就有出来打过球啊。有打过球，跟吴尊对对对，跟吴尊有打过球，跟他就是还蛮常出来，有打过好几次。囊括当红的三大帅哥言承旭、罗志祥以及吴尊，新戏《篮球火》不仅戏里抢得凶，就连粉丝们更是护主心切。场面不仅花海壁垒分明，就连工作人员移动挂布都能惹来三方粉丝不满的鼓噪，可见现场火药味十足。不过，即使所属的公司和粉丝如此火力全开，仍然不伤三人早已私下为戏一同展开练球后培养起的好情谊，在记者会上相互吐槽起来。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，你记得我们是在我们家附近那边，然后那时候对那一次他可能没有热身，所以他打的就 OK。可是后来第二次我们出来打球的时候，可能那时候我有女生朋友在吧，他就打得很拼命，真的吗？哇，女生在那么拼命。